Шли нахуй, пидорасы. Пидорасы. Ёбаные пидорасы. Слава Украине! Слава Украине! Слава Украине! 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谢谢大家的支持。到三月九日，乌克兰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两周，有统计，乌克兰难民数量达到了两百万。 波兰和美国之间再有大动作。在三月九日，欧盟司令部发言人说，美国向波兰派遣了两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以应对对美国和盟军部队的任何潜在威胁。部署正在积极进行中。这是否可能是美国在为向乌克兰输送战机做防御部署？要知道，战斗机是目前乌克兰最需要的军事援助之一。而和之前反装甲武器等不同，战斗机的援助或许会被俄罗斯。 自认为是北约直接介入的信号，因为一战斗机不属于防守类的武器的范畴。 第二，乌克兰没有太多能够战机起落的机场跑道，所以大概率这需要波兰或其他国家帮助行动。第三，从波兰其他国家起飞的飞机直接参与行动，将被视为俄罗斯的共同敌人。第四，就是乌克兰战争开始之后，有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始终没有取得空中优势，所以他们更忌惮乌克兰方面的战机。而现在各方在转交战斗机中的公开态度，可以说一直在变化。这一 华尔街焦点继续关注乌克兰战争。在三月八日，波兰同意转交米格战机提议，却被美国的五角大楼拒绝。而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催再催，泽连斯基催促波兰和美国立即达成向乌克兰派遣战斗机的相关工作。泽连斯基说：“我们这儿正打仗呢，这是事关人命的大事，我们没有时间去猜你们释放的那些信号。” 赶紧解决，别相互推诿。当然，关于波兰、美国、乌克兰关于转交米格战机，是确实迫于普京威胁，各方踢皮球，还是反过来大家演戏给普京压力，暂时无法做出判断。在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的两周之后。 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军事冲突所造成的人员和物质损失惊人，显示出乌克兰战争中战斗的激烈程度。法新社报道称，虽然现有数据值得商榷，但在这场战斗中投入超过15万军队的俄罗斯无疑正遭受严重损失。法新社说，在3月2日公布的唯一一份俄罗斯官方报告中，莫斯科报告称其队伍中有近500名士兵死亡，1600名士兵受伤。 即平均每天有约八十名士兵死亡，二百六十多名士兵受伤，而这些数字很可能被低估了。 而在三月八日，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估计，在十四天的冲突中，或有两千至四千名俄罗斯人死亡，即每天有一百五十三至三百零七人死亡。按照莫斯科宣布的三伤一死的比例，俄军估计有六千至一万两千名伤员。相比之下，二零零三年至二零二一年期间，约有四千名美国军队的军人在伊拉克被杀，在阿富汗针对塔利班的冲突持续了二十年，导致两千五百名美国士兵死亡。 自2013年以来，法国一直在非洲的萨赫勒地区打击圣战组织。八年来，损失了53名士兵。法新社引述地中海战略研究基金会学术主任皮埃尔拉祖评论说：“随着乌克兰的冲突，世界正在重新发现高强度的战斗。在乌克兰，如果俄罗斯人攻击主要城市，伤亡人数有望上升；而在这些城市，乌克兰军队将拥有重大的战术优势。”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古斯塔夫·格雷塞尔说：“如果乌克兰军队继续以目前的速度给俄罗斯军队造成伤亡，普京将不得不考虑一个可行的退出战略。”而基辅方面并没有说明损失情况。莫斯科在三月初声称有两千八百名乌克兰士兵被杀。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谢谢大家的支持。火焰中的坦克被摧毁的装甲车被遗弃在路边的卡车，众多图片显示出，在这场战争中，军事装备受到严重破坏。乌克兰国防部对俄罗斯损失的评估可能有夸大成分，这包括八十一架直升机、三百一十七辆坦克、一千辆装甲车、一百二十门火炮、二十八辆防空车、五十六辆火箭发射车。 六十辆运输油罐车、七架作战和战术无人机以及三艘船，一个只记录乌克兰和俄罗斯在战场上有图片或视频佐证物质损失的网站，在三月九日报道称，俄罗斯损失了一百五十一辆坦克、近三百辆装甲车、十架战斗机和十一架直升机，而乌克兰则损失了约四十六辆坦克、不到一百辆装甲车、五架战斗机和两艘船。 二月二十四日爆发的冲突已造成欧洲大陆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一。根据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称，已经有二百多万人逃到国外寻求庇护，主要集中在波兰。欧洲预计将接收五百万难民。在当地，俄军加强了对乌克兰几个城市的轰炸，可能会增加被困平民的死亡人数。根据联合国的最新统计，自战争开始以来，至少有四百七十四名平民被杀。 八百六十一人受伤，而联合国强调这个数字可能比实际情况低很多。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布恩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很可能正在加倍努力，并试图碾压乌克兰军队，而不考虑平民伤亡。在俄罗斯这边，有影像显示，俄罗斯甚至搬出了罕见的装甲列车。有观察家认为，这是俄罗斯试图借此保护。 己方的补给输送线。美国军事网站战区在三月七日报道称，一辆俄军的装甲列车从克里米亚半岛出发，抵达了正在交战的乌克兰南部重镇马里乌波尔市。这辆装甲列车车上同样喷涂了俄军车辆上被广泛使用的 Z 字形标记。报道称，这辆列车由两个柴油动力箱和八节不同类型的无动力车厢组成。第一节动力车厢夹在两节特制的武装车厢之间，其中后一辆武装车厢装备了两门。 双管的二十三毫米机关炮可以用于对付低空飞行的空中目标和地面目标，但从视频中无从判断第一节武装车厢上搭载了哪些装备。据猜测，很有可能也是某种武器平台，以提供不同类型的火力。排列在前三节车厢的后的一节是货舱，一节是乘客车厢，一节是平板拖车，紧接着又是两节武装车厢，第二节动力车厢和另一节平板拖车。视频显示，位于中间的平板车厢似乎。 运载了大量包裹，而后一节平板车厢上则空无一物。据称，俄罗斯军队拥有两辆被称为阿穆尔和贝加尔的武装列车，两辆列车都曾在车臣的战争中被用于格罗兹尼工程站，还有一辆参与了2008年在格鲁吉亚的战事。在2016年，这两辆列车曾在克里米亚的后勤演习中现身，随后被部署前往白俄罗斯方向承担运兵任务。本次在俄罗斯现身是近十五年来俄罗斯装甲列车在作战任务。 中的首次露面。战区刊文认为，火车与铁路运输历来对俄罗斯武装力量的作战部署与后勤有着重要的战略价值。随着俄军从克里米亚发起的南线攻势突破距离越来越大，其补给线也愈发漫长。 乌克兰军队使用土耳其制的 TBR 无人机和游击队等手段，对俄军的后勤与补给系统进行了频繁的攻击，并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使用装甲列车进行运输，还可以弥补俄军捉襟见肘的运力，提高面对火力袭击时的安全系数，同时解放用于保卫铁路运输线的俄罗斯作战部队。装甲列车强大的火力与防护及其衍生能力，对于目前落后于预计时间表的俄军而言，或许具有非常大的战略价值。 这样的装甲列车出现，或许是体现出俄罗斯对后勤感到不安。现在。 也是只有直接把火车开进战区才能完成补给，依靠火车站或临时后勤中心的转运，卡车可能载满轴重陷在泥地里四面挨打，后勤中心可能堆满了运不出去的物资，前线军队可能是缺粮少弹，战线眼看就要完，只有直接把装甲列车开进战区，放弃公路机动才能供应上前线。不过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恐怕只有最自信的前线指挥相信他们的铁路既绝对不会遭到轰。 轰炸也不会遭受破坏，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另外，还有媒体报道，俄军的新式单兵突击步枪也成为了乌克兰军的最佳战利品。战区报道，在战争爆发之前，与俄罗斯庞大的军火库相比，乌克兰军队的武器装备是远远落后，大多数是前苏联时代留下的。而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后，乌克兰部队的坚韧出乎大家意料，还在几处战斗中夺取了俄军的武器，这包括突击步枪、火箭榴炮。 但是更受欢迎的是最新的突击步枪 AK12，它是俄军最新的突击步枪，在二零一八年才开始装备，因此乌军手上的所有 AK12 都必定是战利品。在另一张照片中，乌克兰国防情报局局长凯里洛·布达诺夫准将也同样在办公室里放了一把 AK12，他显然更明白 AK12 象征的意义。另外， 布达诺夫身后还挂上了一幅猫头鹰逮住蝙蝠的画作，这是针对俄罗斯的呛声。要知道，乌克兰军事情报局的标记是猫头鹰抓着宝剑，而俄罗斯格鲁乌特种部队则是以蝙蝠作为象征，所以这幅画曾经激怒过克林姆林宫情报局。而在另外一边，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在担忧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设施的情况。 国际原子能机构最新的消息显示，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断电不影响安全。在当地时间的三月九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乌克兰核监管机构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停电的情况。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切尔诺贝利乏燃料储存池的热负荷和冷却水的体积足以有效清除热量，而不需要电力供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断电对安全没有重大影响。俄乌战争。 至今进入第十四天，在三月九日稍早，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表示，上周遭到俄军占领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遗址因冷却核废的设施无法运作，或导致第二次核灾难。根据了解，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在俄罗斯入侵的首日即被围困占领。国际原子能总署 （IAEA） 在三月八日指出，切尔诺贝利核电厂的资料传输中断原因不明，担心厂内工作人员在俄军看守下的情况，而。 隔了一天，在三月九日，另有消息传出称，受困在核电厂内的人员由于食物有限，每天只能吃一顿。而乌克兰国家核能发电公司则表示。 由于核电厂周边战事激烈，难以抢通电力，核废料有辐射外泄的风险，恐造成二次灾难。在一九八六年的四月二十六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炉发生爆炸，成为了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现在虽然不再运作，但仍有退役的反应炉和放射性废弃物处理设施需要靠外接电力保持冷却作用。若冷却系统无法运作，恐使核废料产生过热的情况，造成保护设施损水辐射外泄。在 视频最后，关注有乌克兰人高价悬赏，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中倒向俄罗斯，被封为最美检察总长的波克隆斯卡娅。波克隆斯卡娅在2014年初，乌克兰亲欧盟运动愈演愈烈之后，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称为自己生活于这样一个纵容土匪的国家感到可耻。因一段任职记者会影片与网络上爆红的前克里米亚共和国最美检察总长。 波克隆斯卡娅日前亲赴乌克兰南部城市赫尔松展开人道救援，发放物资给受灾民众。原以为是人美心更美的举动，却引起了当地富商的悬赏，扬言提供十万美元给活捉到他的人。波克隆斯卡娅曾于乌克兰首都基辅担任检察官，在二零一四年初乌克兰亲欧盟运动愈演愈烈之后，辞去了检察官的职务，并严厉批评称当时的政府是魔鬼，更称为自己生活于这样一个纵容土匪的国家感到可耻。 媒体报道，自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二月二十四日无预警宣布于乌东分离主义地区采取特殊军事行动之后，波克隆斯卡娅力挺普京的决定，并于近日亲赴乌克兰的战场前线发放人道救援物资，包括食品、药物等，并在他的 Instagram 上大方分享自己的军装照。 根据媒体报道，他宣称种族主义者威胁当地民众，若是接受俄罗斯方面的物资援助，将放火烧毁他们的屋子，致使民众生活于恐惧之下。他表示自己会尽全力提供协助，称“我们跟你们一样是一家人”。报道还指出，乌克兰的富商库尔托夫随即在脸书上发文，要求当地民众前往活捉波克隆斯卡亚，完成任务即可获得十万美金的赏金。不过，这个文章随后被删除。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包括社会新闻、娱乐爆料、爆红人物等等。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谢谢大家的支持！